我是小西。今天婆婆不身上，待会儿舅舅外婆都会过来。我跟小白现在要上街去买东西。小白，出发了，走。小白，你看媳妇在家，坐车就睡觉了。坐车安逸的很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街上了，先去给婆婆订蛋糕吧。哦，这是我们老同学啊。这个吗？我洗师傅呀。小白，我刚看这个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款是吧？好吧，我们就选这款算了吧。等一下还要去买衣服。这个打完折是好多没？我们订个12寸的。因为这个梅雨是小白的同学给我们优惠，还有100块钱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订这个了。这个裙子现在打几折？5折。打5折了。嗯。给我妈妈穿应该可以了。嗯。这个的话是卫生。还显得比较年轻哦。这是 XL 吗？我觉得那个红色的还显年轻一点。这个也还可以哦。那你就选这个也可以，我觉得。小西，那就换一个大码的嘛，就是说给妈妈。那就搞这一套吧。嗯。你选了多少衣服啊？这个绿色的，蛮衬肤色的哈。哇！这个虾好新鲜，好大，有点少啊。现在我们加一坨冰进去哦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啊，老板。老板，哥有媳妇啷个天天用？是好了，谢谢。拿10个盘子吧。哇，有点重量。谢谢老同学啊。